节拍，写首心愿好精彩。9:29，周深在个人微博官宣感谢了专场演唱会将于8月19日《深深感谢你》9周年演唱会在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举办。大家请注意，周深连发博时间都这么讲究，主打一个9。随后，周深工作室官博转发，从卡布到周深，深深感谢你听过周深的歌，《深深感谢你》周深2023演唱会感谢专场正式启动，感谢歌迷9年来的陪伴与鼓励。这一次是周深与歌迷的双向奔赴，也是与听众的情感共鸣。8月19日，我们北京见。写首心愿好精彩，浪花朵朵不朵，浪花染红的舞台，掀起小孩的澎湃。爱的未来，从来都在。爱的未来，心相如心牵挂，踏浪的歌，爱的未来。周深又在周深超话里发了一段话，这是一场感谢限定场，虽然座位有限，但是爱无限，真的很想和大家说声谢谢，谢谢你在以后的日子，我会加油见到大家，不要担心，也不要不开心，我们时间还多着，我们一起要在更多的地方相见，不论你在哪儿，我都在这儿，在每一个重要的节点。他用文字表达出的情感都让人心动并且感动不已。还记得周深出道7周年的日子，米子们录了一段感人的 vlog， 让周深没忍住泪洒舞台。为此，周深有了经验教训，先下手为强。在出道8周年的日子里，周深给生米的歌惹哭了众多的生米布丁。感谢一路的陪伴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自己。如今是周深出道9周年，一起来收获这份满满的感动。据悉，现场能够容纳的人数大约为1.3万，最多1.8万。不到12小时就已经有60000多的预约了，而且预约人数还在不断上升中，这个票可不那么好抢。为什么演唱会宣得迟？有人说因为深深想唱的歌太多了，难以取舍。9年，其中深深生米相伴扶持那一点点篡刻的印记在摩擦起来，总会有些许的感触吧。重要提醒，抢票时间为8月13日周日晚上9:29。
感谢专场演唱会或将拉开周深2023巡回演唱会的序幕。舆论普遍认为，国民喜爱度极高的周深一旦开启大规模巡回演唱会，极有可能带来超出想象的空前的演出盛况。祝周深感谢专场演唱会圆满成功。春来的茉莉花盛开在湖泊色月牙，就算失去所有实力派的歌手，他以出色的唱功、多样的音乐风格、深厚的综艺感、真诚的人格魅力，在华语乐坛树立了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。周深拥有超凡的音域和音色，能够轻松驾驭各种曲风和难度。他的声音温暖而又深沉，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，能够将歌曲的情感和意境完美地表达出来。他的歌声被誉为治愈系、魔音、神音等，赢得了无数歌迷和乐评人的赞誉。周深具有真诚、谦逊、友善、正直等优秀的品质，能够在娱乐圈中保持自己的风格和原则。他对音乐有着执着和热爱，不追求名利和虚荣，不参与是非和争端，不受外界的干扰和影响，只专注于自己的音乐创作和演唱。他对粉丝有着感恩和关爱，不断地给予粉丝惊喜和回馈，不忘初心和梦想，与粉丝一起成长和进步。我多多多